这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里写他们在 Dart Truck 上头有个侦察前哨站。那他们在侦察什么？好哎。 对，污水下水道的记录不见了。这些下水道挖得很深，天知道下面躲了什么。他们在寻找某种相当危险的东西。你知道任何关于 Dark Truck 前哨站的事吗？嗯，有个狙击手在上面待了好几星期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不错啊。对了。 如果订阅我播客的所有512个人听到我们一起行动的话，一定都会很兴奋的。我知道我会很兴奋。再见。Brad。 那些雇佣兵自称是 Obscurus。这种团体通常会在不同的行动中使用不同的名字，不过我会查查看的。我认为他们在追捕某个人或是某种东西，你要留意这种消息。没问题。啊！ 这就是 Dust Drugs， 是干的吗？ 很好，发现了什么呢？
我明白了。真该放进我的作品集。得拍得更好才行。天哪，这不可能是丧尸干的，至少我希望不是。情况那怎么办？家传食谱，太远了。要对准才行。大型猎物麻醉剂，有几个是空的。
我看不太出来拍的是什么东西，不管他们在追捕什么，我认为他也同时在追捕他们。撤退！我下令撤退，不要迎战。他们似乎在跟某样东西战斗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听出些什么。 弗兰克，来吧！任务终止，我再重复一次，任务已经终止，所有部队立刻撤退到消防局，全部集合并补充装备，收到了吗？我们被隔开了，我们没办法啊！混账，还活着的人立刻去消防局。 他们到底在追捕什么？我想我知道接下来该去哪了。我是 Paula， 趁你在外面，我想请你帮播客节目采访几则报道。如果我有空再说吧。好，我把收集到的情报传给你，先把使徒 Frank 追查线索，然后找出真相，我会再跟你联络。 Wow.
打不开，救救我！搞什么？真可恶！谁来帮帮我？拜托，救救我！进货不容易，不过我有我的门路。外面天气如何？
最好不要两手空空出去外面。老兄，该买的就买吧。喜欢的话，价钱可以再谈哦。很重要啊，他们困住我了，把他们赶走。老兄，感谢帮忙。还真聪明，也有点恶心。搞什么？冬天的气候严寒刺骨，要人命。坏孩子 Frank 只身一人孤零零。Frank West， 欢迎来到我的藏身之处。你准备好接受惩罚了吗？搞什么东西？你来到这座城市，夺走他的名字，为了一己之私，偷走这里的故事，你真是贪得无厌，对吗？天哪，我还以为丧尸已经够惹人厌了。又来塞满你的袜子吗？你会取走你要的消息，收割你耕耘的结果，然后在地上撒盐，让这里再也寸草不
物，放马过来呀、糟糕！
子！哎呦，小宝宝想哭了，给我放开啊！你死定了！你疯了！那还真聪明，也有点恶心。什么？冬天的气候严寒刺骨，要人命。坏孩子 Frank， 只身一人孤零零。Frank West， 欢迎来到我的藏身之处。你准备好接受惩罚了吗？搞什么东西？你来到这座城市，夺走他的名字，为了一己之私，偷走这里的公物，你真是贪得无厌，对吗？天哪，我还以为丧尸已经够惹人厌了。你快塞满你的帽子！你会取走你要的消息，收割你耕耘的结果，然后在地上撒盐，让这里再也寸草不生。圣诞老人是你爸吗？像你这种坏人，我要把你像礼物一样拆开。喝你个头啊！不会吧，这里圣诞老人也变成坏人了？这场阴谋太庞大了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一下。我大概不会把这种东西写进我下一本书。
搞什么？这里没有 Obscurus 的人，他们一定是被赶走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闻起来像烧焦的吐司。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吧。好了，弗兰克，你够格穿这种衣服吗？哎，随便了。虚有其表的烂相机。有什么新鲜的？
什么？诺克斯堡金库吗？这里应该是 Obscurus 的撤退汇合点，所以到底是谁或者什么东西把丧尸引来这里？看到目标了，他们有四个前哨站 ：City Hall、药房、消防局，还有废物处理厂。就是这样。东西咬掉他的脸，然后把他吊在这里。这上面说有上百位士兵在追捕这玩意儿的时候被杀死了。天哪！我得去废物处理厂一趟，不管那玩意儿是什么，他真的很痛恨 Obscurus。
啊！